Hello， 各位，没错，我们运气很好的也通过了这一次的挑战。其实我个人是没有特别喜欢这款造型啊，但是毕竟是目前唯一的造型，所以其实拿到感觉还是不错的。重点是免费，但是不得不说 ，Amber 真的还是太强了。尽管 nerf 了以后，还是改变不了他的强势，甚至有种你有 Amber 你就有12胜的感觉。我所有模式都用 Amber， 因为我的两位队友因为工作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荒野了。尤其是我妹妹，甚至连 Amber 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说我带上 Amber 会比较稳定。至于这次的回放，我稍微挑选了一下，就是那些不会拿宝石或是不懂得站点等等的敌人，我就不放出来给大家看了。话不多说，马上回放 ，Let's go。宝石上面我 Amber 搭的是罗莎以及吉恩。选择吉恩是为了最后如果被压制还有机会逆转，在路线上面大家就需要注意一下。我是推荐让吉恩走中路的，但因为我妹妹很久没玩了，所以我就换到中路来玩一个可以帮线的位置。其实玩下来我自己觉得哦，这次的挑战在金库以及抢星会比较困难。首先可以玩到金库就已经说明敌人是经过一轮筛选后脱颖而出的队伍，所以在基础上面就有一定的实力。再来是地图，金库你就要先去猜想，对面是双头子，是布洛克达里尔过河，还是像我们选择普利莫用流星破墙，这些都是还没开始就形成的压力。抢星呢，就是因为太空旷，非常考验走位以及瞄准的能力，没有一定的对战实力，基本上抢星不太有机会在这地图获胜，因为真的太空旷了。据点其实就比较单调，就是谁比较压制就占有比较高的胜率。我们是非常标准的格尔乃玛加安普，运气很好的是我这次挑战完全没有碰到星角，只有我在欺负人。金库模式就像刚刚讲的，我担心我女朋友过不去的关系，我选择了 Primo 流星破墙打法。另一个则是配上了保利，保利主要偏防守，再适时的跟着我们一起推到中路，利用远程的优势打一波输出，加上星角这么狗，哎，不是这么强，稳稳的防守和进攻就没问题了。
抢星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如果我没开扭，这一把就输了。这次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